见没有？穿军装那个就是慕容将军，旁边的那个活像乌龟长了驴眼的家伙就是小鬼子的老大。我这就是不行，就个屁呀、啊！我们两个进去会被小鬼子围起来的。那你说咋办？咋办？这大活还得靠我来。那么你去守个门，一会儿鬼子出来，来一个你穿一个。好。这都不中，你不是说你用这刀连劈36个小鬼子吧？你不会是吹牛吧？不信你来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们几个，来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快，你们几个，走！上！开什么？抬走啊！是你到下呀，小鬼子那还来劲儿了，让他抬呀。大哥，给我留一个。哎，行啊，下一个留给你呗。没，我还是抬吧。小心。老泰山，我来救你了。谁？没看着。老泰山，我来救你。哎呦，怪不得关老丈人叫老泰山呢，还真是比泰山还沉。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奇怪，我以前东家家里那两三百斤的大猪，我一只手就能扛起来，咋你比那猪还沉啊？你们知道我里边装了什么吗？啊，我这衣服里面装了许多金砖呢。金砖，日本人抢来的，至少有好几百斤呢。就是防我逃跑啊。嘿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九儿该了。
塚本大佐、ここの責任者だ。絶対中国人の手で死なせないだ。种本大佐是这里的老大，我们不能让他死的像个中国人。だから、俺自分の手で殺してやる。てめえ！所以我要亲自杀死他。不是，是吉田君要亲自杀死你。喂，得搞清楚没有啊？他是你们老大，杀他是我们，救他是你们。让开！吉田君，他说应该他们杀死他，我们应该救他。谢谢，应该的。你敢杀我！你敢杀我！你敢疯了！你疯了吗？你我大嘴，闭嘴！我看你杀一个，你再杀一个，是不是？啊？大嘴，他们都跑掉了。哎呀！我早说，我不是，他们是来救慕容卓的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是是。喂喂，他们在这！给我追！别让他跑了，快！哥，这边快！哎，我妹子媳妇来救我们了，你走。别让他们跑了，开枪！哎呦，走！哎，张四，哪里打枪？周梦君，刚才对你大打出手，我也万不得已。我知道你的荣耀高过生命。吉田君啊，你刚才表现得非常优秀啊。由于你的伞兵们表现出了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士兵的勇气，他妈我得奖赏你啊。我奖赏你点什么呢？好，武器没有。那勋章，我哪弄勋章去？我把它奖给你了。我？对。不，我抗议！这怎么可以？我怎么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？我是一个人。我有我独立的灵魂，我有我的尊严，我有我的思想，我是一个人呀，我怎么可以作为礼物？妈的！帝国的伞兵，优秀的部队，应该感到无比的荣耀，荣耀！我现在感到特别的荣耀，归你了，让他干什么？我觉得他非常有用啊，有用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我很有用的，我有用的，我会说中国话，我还会说日语，我还会说朝鲜话，我真的很有用。庄本君，你的翻译好多的人，多大事儿？不一样不一样，他能把语言翻译成日本的牌句啊！你弄一首给他听听。哎，木下。이쿠스부도나하가이르사쿠라这你老从事什么呀？啊，台剧
你把吉田君的刀都下掉了，你的坏招，换一首可爱的啊，好听的，可爱的啊，哎，啊，充满梦想的小朋友，你猜，你猜，你就是猜不到，究竟谁是你的爸爸？干！你敢辱骂红军，你找死你！我真不知道我爸爸是谁。跟我走！啊！哎！还发现了新情况，他爸不是卖豆腐的吗？行啊，晴儿，想不到你枪法这么好，一下子撂倒这么多小鬼子。我没有开枪。啊？难道是我妹子开的？我哪有枪啊？就算有，我也不会开啊。嗯。哦，多谢恩公啊，每次都出手相助，我赵大在这儿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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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哥，这四周也没人，你这是跟谁说话？你不知道啊，只是你们道行浅，感觉不到的，知道吗？你别装神弄鬼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胆子最小，少来这套，才不会害怕。不信啊，啊，你跟他聊，慢慢聊，走。哎哎，哥，你等等我。哎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哦，啊，等我一下。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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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别别别，你干嘛？你跟他聊吧，谢谢啊。哎，牵手要不要啊？哦，牵手。能啊，妹子，来，电文责令全力营救慕容将军，如若不然，以玩忽职守罪，定加严处。给口水喝吧。啊，我知道啊，这个水不容易找。我拿东西给你们换。雪蛤膏，哼，没见过吧？美国货。闻闻。拿回家给你们媳妇儿用啊，保证这个皮肤啊，那是好的不得了啊。很香的，水给我喝点吧。镜子。帮我拿着。哎呀，这几天赶路啊，头发都乱了，现在好多了吧？来喝一口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咱是不是跟错人了？这臭小子，真是共匪能有这玩意儿？从秦南跟到这儿，
就算是错了，也得将错就错吧。那你们说奇不奇怪？啊，千不灾万不灾，竟然栽在那些金灿灿的金砖上。要是早点被我们发现的话，早就白馒头吃，早就红糖水喝了，还能买牛。可不是，一疙瘩金砖就能买一牛圈的牛啊。哥，那咱还等啥？咱现在就去小鬼子那儿把人救出来，顺便把那个金砖也搬回来。啊，对。哎呀，行了，瞎折腾什么呀？你不想想，日本人为什么在那儿放黄金？他怎么不放一个脚铐呢？就是抓住了人为财死这个道理。所有去救人的人看见那堆黄金，谁都不会去救人了，就跟着他纠结了。哦，他说的对啊。哎呀，我怎么忘了昨天晚上老泰山说的话了？真差点着了小鬼子这点道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去。哎，你就睡觉了。左右行不通，那睡一睡，搞不好想个好办法出来呢。哥，起来。那等了。这个办法好。不，我不穿高丽人的衣服。哥，你打扮成高丽人，小鬼子不会盘问。不行，我赵大好歹是敞开嘴饭庄的少东家，野人山大当家，慕容将军的未来女婿，我穿这个还有脸见人吗？不行。我觉得为了救你的老丈人，你还是可以忍忍。啊，你的、哎！我觉得慕容小姐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啊，对，她会开心的，马上就还。阿里斯拉哟！哎呦，我说妹子，这高丽咒语真管用嘿、哎。那是，这可是武警唐家的那个假高丽人告诉我的。那高丽人是假的？对啊，他是中国人。中国人扮成高丽人？你还信他？可他是在高丽长的呀。阿里斯拉哟，斯拉哟，那是斯拉哟。他呀，就是想趁着打仗的时候要回他们家在吉林的一亩三分地儿，可是没想到这一来就走不了了，一直被小鬼子赶到了庆安。哎，哥，他告诉我，这个咒念了的话，小鬼子听了得笑，高丽人听了得抱，中国人听了呢……啊，这个他没说。哎，反正能降住小鬼子就行了。那走。啊！我的娘啊！我怎么觉得这咒其实是招鬼的？这才念了几声，这鬼子就往外涌。哥，这个是招鬼的还是降鬼的？你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？阿里斯莱哟，站住！阿里斯莱哟！走！阿里斯莱哟！哎呦，哥，怎么样？好好哟！灵，还真灵哎！哎，有没有锁得住人的招啊？这个。哎，巫师可真可怕，明明就是高丽人打招呼的话，非要说成什么咒。哎，好用的就叫咒，不好用的都是废话。好哥，是啊，那我们饭店四个角都贴着黄大仙的咒，都挺管用的。灵，在你头上贴一个好了，免得自己的活也被勾走。哎，好，打招呼，打招呼，打招呼。哎，哥，打招呼啊！不是咒语，李四，行了吗？你说这咒好不好用？
当然管用了，没看那小鬼子刚才被念了咒以后呆呆的样子，那肯定是魂被定了。哼，我就说嘛，可是有些人就是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周大，还在？咒管不管用？管用。不管用。大点声。不管用。哥。老坑一族一只。嘿。景德器瓷器一件。嘿。冯君，虽然你现在不能说话，但是你对皇军的忠心一发彰显。你放心，那些宝物除了运往日本帝国的，还有你一份。没想到剃头匠也会捡到好运气。这就好比被天上的雷劈中一样。我可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会被雷劈中两次。啊，大佐，你一次都不会被雷劈到啊，你也一次都不会得到奖赏，因为你和我不一样，甚至和他不一样，你缺乏勇气。是，大佐说的对，只有有勇气的人才会被雷劈到啊！我是说，天上的雷专门劈有勇气的人，不是我不是。哎，大佐，我说你听懂了吧？哎，是，这个仪表这个问题啊是非常重要啊，尤其是这个头发。这个前面的头发呢不能超过眉毛，后边呢不能超过衣服领子。你看你的头发就不行，来，你坐下来。你看你的头发前面这么长，是不是挡着眼睛了啊？啊，影响你的视线。啊，是吧？平时呢把头发往上捋一捋啊，这样是不是很舒服一点啊？看一看。是。阿里斯莱哟，啊，哥，阿里斯莱哟，说话声音这么小，像蚊子哼一样，谁听得到？阿里哈塞哟，对嘛，就应该是这样的声响。阿里哈塞哟，阿里哈塞哟，停啊！停下，你有啥你？阿拉斯莱哟，俺山东驴子学马叫，瞧你这样，和高丽你就是一个挑夫。阿拉斯莱哟了，退边去，这话得我周大来喊。阿拉斯莱哟，阿拉斯莱哟，阿拉斯莱哟。阿里斯莱哟，别动！高丽爷们儿，快过来！这人是共匪，就是天王抓的那个，抓着他，皇军大有赏！快点！你们是斯密达？哦，我们是皇军的人。哦，皇军的人，那得帮啊，斯密达。黑牛，我杀不了生，这活还得归你。好嘞。赵大同志，我终于找着你了啊！我终于找着你了，咋了？
哎呦，哎，你们读书人怎么这样？哎呦喂，哎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那老黑，你帮忙。我好像真的晕了。喂。哎哎，晕也不能靠这么近呐、啊！来，黑牛，背他走，背他走。慢点。哎，来，你呀、啊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小什么心呐、啊？有点安心行不行？来了，那走。哎，他不是被吓晕的，只是身体太虚了。太虚了，那是不是要吃补药？什么药也不用，回家抓只老母鸡，清炖了，给它喂下去，睡一晚上就好了，没事儿。好，我们运送的财物已经为大东亚圣战振奋了经济血脉，大邦省已经肯定了我们的成绩。大藏大臣近日将派特使来我部看望诸位。天皇和大藏大臣的肯定是我们无上的荣耀。各位帝国的军人，我们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特使的到来。嘿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给你刮脸，刮胡子，胡子刮掉，刮胡子。把枪放下吧。哎呀，自从离开了日本，就没有享受过刮脸的服务啊。在敌国的土地上，用这把刀子对着自己的喉咙，这可不是聪明的选择呀！啊，我信任你啊！一会儿咱到门口去，那里有阳光，我要舒舒服服的好好的修剪一下。好了，会就开到这儿。带回吧。他会寻宝，还会刮胡子，非常有用。而你呢，只会说几句蹩脚的中国话，接近个废物。把你派给吉田，就算废物利用吧。谢谢。鬼子当时是漫山遍野，顺着山坡就扑向我们。游击队里没有一个孬种，子弹打完了就扔手榴弹，手榴弹扔完了就抛石头。后来呢？鬼子仗着人多枪多，把我们给围住了。孙队长一声令下，吹唢呐。吹唢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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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什么看？鸡炖好了吗？鸡毛还没拔呢。怎么炖呢？吃个屁呀、啊！刘先生，你不要理他，他这个人就这样。我吹着娶媳妇的曲子，兄弟们都打光了。当时我的脑海里就想起了祭祀的事。你仍将歌唱，但我却不再听见。你的藏歌只能唱给泥土一方。
永生的鸟啊，你不会死去，饥饿的时代无法将你蹂躏。嗯，明明是被下晕过去，偏偏说着长出八折太虚弱，还要赐我的喝老母鸡汤，你说叫什么事啊？哥，这刘先生可是个游击队，游击队里啊都是好爷们儿。爷们儿，哼，爷们儿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看看啊啊啊啊！爷们用这些东西吗？哥，这是不是爷们儿呢？一是要在战场上见，二呢要在情场上见。我看这位刘先生啊，两头都不含糊，真香。哼，看来这个刘先生啊，确实是个风情雅致的人。哼。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？那歌声去了，我是睡是醒？刘大哥，你是醒着的，一直都是醒着的，因为醒着所以才会痛苦，不过痛苦会过去的。秦二兄弟，谢谢，谢谢你理解我。嗯，牵什么手啊，刘先生？牵手干嘛？你又是睡又是醒的，这么快就不晕了？赵大嘴，先让我说，我越看他越可疑。我不是跟他说是神神他，你说你是游击队是吧？哼，我看你。头发锃光瓦亮，一根也不乱。你看你的鞋，一点也不脏。你看你的手，十指纤纤，像个女人手一样。我老实不客气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行李我搜过了，什么家伙也没有，只有女人的用品。哼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是本地大户人家的出身是吧？赵大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赵兄弟，我是个逃兵。我是个逃兵，千二兄弟，你不要理我，我是个逃兵，我是个逃兵，我是个逃兵，你真的是个逃兵，你这个伪君子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我是个逃兵，赵大，嗯嗯，我们走。我是个逃兵。嗯，牵什么手啊，刘先生？牵手干嘛？你又是睡又是醒的，这么快就不晕了？赵大嘴，先让我说，我越看他越可疑。我不是跟他说是神神他，你说你是游击队是吧？哼，我看你头发锃光瓦亮，一根也不乱。你看你的鞋，一点也不脏。你看你的手，十指纤纤，像个女人手一样。我老实不客气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行李我搜过了，什么家伙也没有，只有女人的用品。嘿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是本地大户人家的出身是吧？赵大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兄弟，你把我扶起来。你看，又扮可怜。赵先生，你错了。很多人对革命者是有误解的，以为革命者就应该是一脸土满身灰，这不但是错的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革命者保家卫国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可以眉毛不皱一下，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，更应该先修身再修心。说得好。哎哎哎，你甭跟我这儿什么咬文嚼字儿啊，你得先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咱们俩是老相识了，可这么久不见，谁敢保证你没投了小鬼子才活命啊？那天的小鬼子枪和炮我也见识过了，想逃有那么容易吗？我当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可是队长命令我必须逃出来啊。听到了吧，说真话了吧？啊，是逃跑吧？
逃跑就逃跑，还什么队长命令你逃跑？他命令我逃出来是为了救慕容将军，游击队的同志们前赴后继也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。刘先生，你别激动。千二兄弟，赵先生，你们可以怀疑我，但是你们不能怀疑我营救慕容将军的一腔诚意。张大嘴，你给我滚出去炖鸡汤。出去炖鸡汤。哼，一个教书先生也想从鬼子手上救人。哼，要我说这比王八登天还难。女人啊就是心软，喜欢小白脸儿。女人？哥，这可就我一个女人啊，我在这坐得好好的，可没招你没惹你啊。男人啊喜欢小白脸就更不像话了。哥，这个呀可就是你不知道了。这个女人啊可不是都喜欢小白脸的，但凡一个女人的心对你动了，那你什么都好，管她脸白不白呢。是你的女人啊就会指认着你的好，不是你的女人啊当然就看不到你的好了，这才是正人。喂，小心喝鸡汤发鸡瘟呢。什么叫鸡？我告诉你，我还就是不听，我不光要做汤，我还要做菜。我跟你，就你还给他做菜？耶，林哥。哎哥，我怎么跟吃醋一样呢？这吃的是谁的醋啊？哥又不是喜欢我。刘先生，难道我哥喜欢小白脸啊？我不白。你，哎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什么呢？看你啊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嘿，哪儿都好看。苦啊，真苦啊。你才苦呢。哎，你心里想着我，嘴里说着他，这才能不苦吗？我发誓，我要是想你，就让你一辈子失眠。哎，不用这么毒吧。等那小子吃了你这道菜，看他苦不苦。那你疼？说你们伞兵是天上掉下的肉墩子，有去无回。八个！该死的剃头匠，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有去无回的肉墩子！嗨！属下，等回文再来一遍。于四，咋样？我才老，一花飘落。